Hello， 大家好。之前大家睇过美国品牌 Hexel Fan 产品会员自取优惠嘅介绍，原价4988，免费登记成为会员，无需送货，无需安装，4388，限时嘅优惠，仲有超市礼券送添。不过今次系讲下个实物同埋一啲相关嘅操作俾大家知道。TY 丽婷作为美国品牌 Hexel Fan 香港嘅指定零售商同埋实体体验保养中心，梗系有呢个产品嘅实物展示俾大家亲身感受风力同埋光度啦。今次呢条影片我就会将呢个产品装出嚟喺我哋嘅产品安装前测试专区，话俾大家知我哋全方位安装服务包括嘅细节系啲乜嘢啦。我哋第一个细节就系漏电测试。我设计咗一个检测漏电嘅供电系统，只要产品漏电超过20 mA 毫安，就会即时截断电源，确保产品唔会有漏电嘅风险。即系好似依家咁，如果有漏电超过20 毫安，就会即时跳掣嘅。第二样测试就系遥控配对，呢个美国品牌 Hexel Fan 嘅遥控，因为每个产品好多时嚟到嘅时候可能配咗，可能未配。但是我哋喺安装前一定会同你测试咗佢系咪运作中，例如依家灯嘅熄开、风扇转动呢一啲嘅基本操作，我哋一定会同你做晒配对先。第三样就系灯具是否运作正常，因为其实依家 LED 嘅年代系非常普及，亦系主流嚟嘅。但系 LED 对于温度同埋电容量系特别敏感，所以喺产品安装之前，我哋一定会做一个30分钟嘅测试，同时亦会用一个温度红外线测试仪器验证产品有冇过热嘅情况。第四样嘢，我觉得系比较重要嘅，就系产品嘅接地是否符合保护嘅要求。除非产品系双绝缘，如果唔系，所有经我哋全方位安装服务安装嘅产品，我哋都会用一个仪表。型号是 6010B 的多功能测试仪表，检测产品的接地数值是否符合安全的要求，同埋产品的绝缘测试。其实这个用在 WR2 才会用到的标准，不过我都懂得用这些仪表，我就将它的功能发挥在灯具上面，将整个安全系数再提升。如果产品是吊线或者风扇灯，产品都会做防堕机制，确保风扇不会有解体的可能性。这个是我由20年前安装第一把美国品牌 Hunter 风扇所了解了它结构之后，从而学习得到的启发。最后一样需要做的就是由我们团队的哪一位注册电工做测试，记录低注册的编号，确保整个过程都有足够的严谨性。以上就是我们全方位安装服务的特点。我做了20年灯饰、电力系统等相关安装、改装、维修测试的工作，用这些累积出来的经验将产品和安全放在第一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担当，为客人提供特长的零件和持牌电工上门保养。曾经都有 YouTube 的网友问我，讲你就犀利了，落手做你得不得先？那这把风扇就是刚刚我一个人装上去的，这里我就试一下怎样一个人将它插下来入盒，顺便给大家看看个产品尺寸和我个人的比例是怎样。做任何装拆之前都要谨记一样东西，先断电后工作，安全第一。cut 咗个电啦，依家度下个尺寸俾大家知道。呢个产品由天花去到最低点，实物依家系164 mm， 由天花去到呢个风扇最边164 mm， 直径系860 mm， 34寸。好啦，依家试下点样拆佢落嚟俾你睇。嗱，呢个就系佢个原装盒，上次大家睇过啦。咁一阵间我试下点样将佢成把拆落嚟，摆翻入翻个盒度先。第一样嘢，拆灯具。第二样嘢，成个过程我唔建议用电批嘅，因为用电批嗰度力咧，经常系唔识得就啊。除非你用得好熟啦，灯具。第三样嘢，呢个系好多师傅都唔识拆嘅，一个人做啊，讲紧两个人就唔使讲啦。
另外俾個分享大家，如果你睇說明書裝呢把風扇咧，你一定裝唔到。呢、这個過程咧需要有足夠嘅力先得嘅嚇，如果你唔得咧，記得要兩個人裝啦。成個拆咗落嚟，呢、这個就係 Hexcel Fan 嘅結構啦。俾大家睇下個比例，睇下佢入邊，睇下佢嘅正面。OK， 入翻盒先。好啦，今次示范点样拆一把 Hexcel Fan 嘅影片就做完啦。多谢大家收睇美国 Hexcel Fan 全方位安装服务嘅影片介绍。如果你鍾意，记得俾个 like share 埋俾你个朋友。多谢大家收睇，下次见，拜拜。